直接点吧，反正大家都没什么时间。你有车吗？一辆法拉利，一辆保时捷。你有房吗？市区一栋15层。有存款吗？国内存款5000万，国外差不多1000万美金吧。你的条件我非常满意。满意了吧？那该轮到我问你了吧。你会做饭吗？会做家务吗？你是处女吗？交过几个男朋友了？打过几次胎？这是我的隐私。隐私？我的条件你满意了，可是你的条件我不满意啊。为什么你们女孩子对我们男的要求就这么高呢？当年你可以在几十块的宾馆吃吃，现在却我们男的有房有车有存款才可以娶你们。要求不要太高嘛，适当就好，人品好才是关键。现在穷不代表以后就穷嘛。就这样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。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年轻人，每个人的奋斗成功时间表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穷不代表以后就一定穷，年轻就是最大的财富。他妈的，今天早上的老师却以为牛逼了，太爽了，痛心凉，心飞扬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，在这里。